欢迎收看《非你莫属》，我是大卫，欢迎各位的到来。我们今天在第二现场邀请到了职场观察团的成员。接下来我们进入到工作高手，大家看到了我身旁挂着的这六幅画，你们觉得这些画都是怎么画出来的？就拿笔画的。好，我们感谢马瑞，首先去掉了一个错误的答案。我觉得是拿餐巾纸画的。好，对，感谢您也去掉了一个错误答案。拿脚画的，拿那个嘴吹的。这样吧，我觉得，各位企业家要这样猜的话，大家可能是困在这个工具的使用和介质上。大家想象一下，它是在什么环境下画出来的？好像更难了哈。宣纸不是宣纸吗？玻璃上吗？纸画在纸上，纸然后表的 吗？那你们告诉我，纸最怕什么？水。我知道了，我知道，它在水里画。我知道了，在水里画。对，来，我们给老年人一点掌声。哇，我们俩老中青结合，年龄决定知识。段东和雨欣猜对了，这六幅画的的确确都是在水中完成的。说到这儿，观众朋友是不是特别好奇，最怕水的这些宣纸怎么能够在水中画出一幅幅精美绝伦的画呢？咱们别猜了，也别想了，赶紧来看一下这些画作到底是如何创作出来的。当，现在站在我旁边的就是我们的工作高手张明聪老师，我们首先掌声欢迎，欢迎张老师。大家想象一下啊，这个纸最怕水，但是此时此刻这张作画的纸放在水中是怎么样画出张老师身后这些精美的作品呢？我们就通过张老师接下来的创作一起来感受一下。请。水中怎么作画呢？为什么那个墨不会在水里散开吗？其实在张老师创作的过程当中，我先给各位企业家提一个问题，大家现在心中想象一下，你们想啊，他这个是在水中做水墨画，最怕的是什么？纸的问题已经解决了，接下来要想的就是这个颜色如何的能够真正的作用在画纸上。想象一下，着色它没法控制吧？不是，你们想象一下，它的颜料绝对不是纯粹的水墨，大家要考虑这个细节啊。我觉得里边放油了，肯定是。我刚才在那站了半天，就想看它的那个奥妙。但是它如果是油的话，那个油会飘起来的。它这个有那个什么金的那种金箔的那种散出来的。而且它那个散只有散那么大，它不会散得很宽哈。我觉得最难的其实因为水不是它控制的呀，对吧？那它进去之后那些怎么能让水根据它想要画的东西流动呢？所以它那个墨只能流多远？比如说留这个一寸呢、啊、段东刚才猜的对，它这里头一定会有油脂的成分，但是这个油脂和它这个墨的这个比例的调配是很有讲究的，多了就像您说的会飘起来，少了又不会让这个墨附着在这个画纸上。哎，要是拥有这个墨是不是我也可以画呢？你肯定的话全糊了，但我觉得时间是不是也是有要求的呀？必须在多长时间内做完，要不然的话会影响它的晕染的效果吧。佳英太懂我了，大家注意看啊，张老师其实在作画过程当中他很少有长时间的停笔和驻笔，他几乎就像我们说的连笔画一样，每一次你看，注意看啊，哎，这个墨又不游动了，你看这是什么啊？我觉得他这个好像在玩动画的感觉。我觉得颜料的这个比例可能是成分的比例不同，再一个它层次感也不一样。东叔，你越说越专业了啊！老师肯定会根据它的配比不同决定它的染料。这个大家想象一下哈、啊，跟调酒是不是有相同的地方？有的时候你这个酒它的配比，然后导致它的层次颜色的附着都是不一样的。哎，你看他现在这个笔是不是他也是用笔吗？你看这个笔好像就比较细。它严格意义上来讲，我觉得不是笔，应该是类似像我们说的挤的那个针头一样的东西啊。它是不是也借鉴了油画的那个方式，一层一层往上铺的？它应该是那个颜料的稀释程度不一样，它的流动性不一样。而且呢，还有一个问题，大家想象一下，它最终啊，这个燃料它在水中停住的时间
你看也会让整个画的创作意境变得非常不同。差不多了，这样真棒啊，好，谢谢，别出心裁，别具一格。哦，终于出来了，真的很，还是蛮有特点的。水中水墨画，我把水墨画穿成水墨画画到了水里，因为这个整个作品都在水里面完成。各位企业家，各位老师，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叫张明聪，来自浙江宁波，是水中水墨画的创始人。真棒啊。能问一下您以前是跟画画有关系的吗？特别有关系啊，因为我之前是一名沙画师。哎呦，这个要用火锅蘸料来说，以前您是玩干料的，现在您开始玩水料了，是吧？是的，因为我之前画沙画啊，那么我非常非常佩服发明这种沙画的人，无论沙画做的怎么漂亮，怎么好看，我都觉得是国外的艺术哦，舶来品。对，舶来品。那我们中国地大物博啊，人杰辈出，那其实我们中国也可以和他们一样有这种表演方式。嗯，为什么选水墨呢？水墨其实我们是中国的符号之一吧，就是我能够非常自信的和国外艺术平等对话。任何艺术啊，都是需要新的生命。对，啊，创新才是艺术的最好传承。对，因为我很非常自豪，我们中国有水墨艺术啊。那么，同样也可以用这种舞台表演方式，呈现出东方的柔美。哎，大卫老师，我发现一个细节，好像这个随着时间的变化，他这幅画越来越清晰了。没错，是的，没错。而且，他到目前为止，他一直在流动。对，直到我还有下面一个环节，就是放水。放水。水放了以后啊，等这个纸张干透，才能够把这个作品作为一个定型。这样引导出去。高手来，能让大家大开眼界。嗯，好棒啊！谢谢。越看越精彩。他就是把水墨体现到了更另外一个境界呢啊！而且我刚才看的这个过程，我正好是诗兴大发。有画，咱们就得有诗嘛。我正好赋诗一首。人在山中山不走，画在水中水自流。窗前不知春色远。宿醉方知镜中人。好，啥也不说了，先鼓掌。